是我很叫他的，要不然我会买礼物给你。你真的是叫 Warren 做朋友吗？难道我叫他朋友吗？这家人孩子呢，一定是将好的。说什么？阿姐呀，快要开饭了，还不出来帮忙啊？哦，对啊，先这个珠宝给你，你是最爱的骄傲啊，小心啊 ，Darling。Wait a minute。快点道歉。I'm sorry for giving to you anymore.